大家好，今儿个跟几个伙计，下河来捡石头来了。走走走，我带恁看看啊。前几天下雨下的比较大，这水冲的，看着到处把这石头都冲出来了。咱找找找找，看看有没有这个漂亮的石头。再有个徐老的，你看，带玛瑙的。这河里，然后的话，那个很多玛瑙都是带玛瑙的，漂亮吧？来来，你看这有一块，这个咱发现了，你说，哎，挖的啊？你看看，现在这个情况，然后看着红了，我去碰点水哈。你看，你看啊，这是从表面上看来，红晕当头，漂亮吧？你看这真红，来洗洗洗。咦，这红的真红，你看这玛瑙漂亮吧？它这属于啥石头？它都是玛瑙石嘛，你看。那个是红的？这都是红的吗？你看。这种石头好干啥？这种石头一般都是，如果要是呢行好的话，就回家然后配个小底座，然后的话，就搁那当观赏石。有些就是可以打磨一下，抛抛光。非常的漂亮，像这一点的话，你说，假如说要是这一点配个小底座的话，你看，这要开个小底座的话，感觉像不像？像一个人物可有意思，是吧？也可以。然后的话，这一点玩都可以，是不是？你看，我跟你说，都那没有的地方，我跟你说，你拿过去，他们一看中，他都卖跑了，他没有玩的，你问了很多人，他下河的话，他可喜欢捡石头了。你看这种石头是吧？你看它不打住，但是你施水了以后，你看它那个花纹，你看它都出来了。你看，它都有那个花纹。它有花纹。